水果。今天是去超市买水果的日子。你们看，是土豆先生一家。你好，胡萝卜夫人，很高兴能见到你们蔓越莓，还有小甘蓝。Apple, orange, banana, pear and pineapple too. Eat 5 pieces of fruit a day because they're good for you. 欢迎你们一家的到来，你们一定要牢记水果的魔力，永不消失。哇哦，这儿有这么多水果啊！你好，佩奇。你们好啊，我们正在挑选最喜欢吃的水果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我最喜欢吃苹果，我最喜欢吃的是橙子，我最喜欢吃香蕉，我最喜欢胡萝卜。可是胡萝卜不是水果呀。哦，胡萝卜是一种蔬菜。埃德蒙是个聪明的小家伙。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，乔治？你喜欢的是香蕉吗？还是你喜欢橙子？乔治他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草莓。草莓。乔治喜欢吃草莓。水果冰沙，快点来买水果冰沙呀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兔小姐。请问什么是水果冰沙呀？就是一种用水果做的饮料，想要一杯吗？好的，我想要一杯。请问我可以要一杯苹果冰沙吗？没问题，但是一杯冰沙里可以放很多种不同的水果。好的，我要苹果，还要覆盆子，一根香蕉，还有更多的苹果。一个苹果加覆盆子、香蕉，还有更多的苹果冰沙，好了。真是太好喝了。我也想要一杯冰沙，兔小姐。我也要。还有我。还有我。好的，孩子们，你们都想放什么水果在冰沙里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都可以放哦，佩德罗。好的，请放点奶酪吧。佩德罗，奶酪可不是一种水果啊。放在冰沙里的必须是水果或者是蔬菜。明白了，我要覆盆子，加上蓝莓，再加黑莓，还有一点醋栗。加这些就对了。覆盆子和蓝莓，加上黑莓，还有醋栗冰沙，是给每个人的。太好喝了！你想要在冰沙里放什么水果呢，乔治？草莓。乔治，冰沙里面必须要放很多种水果才可以的。里面再加一点蓝莓和菠萝怎么样啊，乔治？不要。或许乔治会想要来一杯恐龙汁试试呢。你还卖恐龙汁吗？哦，当然了，所有的恐龙都很喜欢喝恐龙汁。恐龙，让我瞧瞧，放一点这个，来一根这个，再来一串那个，加上这个。你的恐龙汁做好了。恐龙汁只能给恐龙和他的朋友们喝。恐龙，请问可以给我做一杯恐龙汁，让我尝尝看吗？我也要。还有我。还有我。没问题，每个人都能喝到恐龙汁。哦，天哪，出什么事了吗，兔小姐？我都忘记我在恐龙汁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水果了。我可以告诉你里面都有什么。是真的吗？要怎么做？我可以用鼻子闻呢。狐狸弗雷迪的嗅觉很灵敏。这里面放了一根香蕉。放一根香蕉。有三个，不，里面有四个草莓，还有五颗樱桃。四个草莓和樱桃，一整个桃子，再加上半个菠萝，还有一片大西瓜。里面还有种味道，是什么呢？是胡萝卜。是的，一根胡萝卜。好嘞，这是给每个人做的恐龙汁。你们大家在这里都玩得开心吗，孩子们？开心，我们都喜欢水果，也喜欢胡萝卜。大家都很喜欢水果和胡萝卜。